有同修梦到说煮熟的鸡蛋切开里面都是榨菜和莴笋。啊，麻烦师傅解梦。煮熟的鸡蛋实际上就是它的果呀。哦，它的果，那里面它的果里面都是莴笋和榨菜。嗯嗯，那也没什么不好，说明就是说他杂修呀，嗯，他修心的果报是杂的呀。嗯，不不，你想看鸡蛋不像鸡蛋，莴笋不像莴笋，榨菜不像榨菜，这算什么东西了？所以很多人修心不是一门精进嘛，修到后来你种下去不是一门精进的，你出来的肯定也不是一门精进的呀。明白了吗？对，明白，感恩师父开示。